我叫熊平，现在已经来新加坡参加工作11年多，在2年半之前有幸成为 Face Volunteer 的成员，来帮助更多的客工朋友。我来的时候住的第一个宿舍，有一个我们中国同胞福建人，他是我在新加坡的第一个朋友。 他带我出去走，他在家里煮东西给我吃，带我出去放松，真的是让我缓解很多思念家乡的那种情怀。桌子好像也可以动。桌子也可以啊，对，桌子也可以。来新加坡，我有过这种经历，我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，知道那种刚来的第一次来新加坡的人的心情是怎样的，所以我也想借助这个平台。 可能日后去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第一次来新加坡的人，看他们的需求，如果是说是我力所能及的，我能解决的，我当然会尽我的全力。如果当我解决不了的，我会让他联系 MOM， 通过那个APP去联系 MOM， 或者是说告诉他一些紧急的联络方式。 在闲暇之余，其实我们可以去参加 MOM 举行的一些活动，通过这个活动，你们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朋友，从而了解可能是不同国籍，可能是跟你同一个地方、同一个城市，去发展我们在外的一些人脉，也让自己在外面。 感觉不那么孤单。如果碰到新的客工朋友在你身边的出现，你发现他有什么不开心，或者是说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可以给予你最大的努力的帮助他们。